说话吗？你们往前走，往前走好吗？在干嘛？有没有秩序？中国演员肖战今天凌晨前往机场，准备前往米兰时装周。只不过才刚到机场，就遭多位代拍蹲守围堵，现场相当混乱。说话吗？你们往前走，往前走好吗？在干嘛？有没有秩序？第一次看到他那么生气，想必也是忍无可忍。肖战机场大声维持秩序，也瞬间登上微博热搜。前天官方工作室才发倡议书，表明不接受任何跟拍行为。肖战本人也转发该则贴文。已经多次提醒，却依然发生推挤跟拍状况，网友们也气得大骂，已经半夜出发了还提前呼吁，就是不尊重他。这些人真的太过分，镜头都快贴脸上去了，代拍私生真的太烦了。说话吗你们？